林隆吉年轻时从军跑船，在成功镇和平国小服务，婚后十几年搬回祖居的宝桑里巴布颂部落居住，请调到东女担任技工长达28年退休，但他退而不休，目前种植8分地的水稻。他的爸爸一直延迟传承下来，就是勤劳嘛，勤俭嘛。嫁给这个老公真的是还想说下辈子还要再续缘呢。两个女儿分别从事教职及公职，儿子在制航基地担任士官。林隆吉夫妇俩目前最大盼望就是儿女们快点成家，让他们早日抱孙子。